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 DLC 哦。那我小仙奶丢了四只，很沉。哦，这是第六十四只。然后这个好像。各种装法都还是需要一点运气哦。我也有刷了差不多一个小时，一只都没有的。他也有莫名其妙突然就一个野餐两只的，这个就好难讲哦。这个机遇。那我目前刷法大概都是跑在洞窟里面啊。那个外面的地形太复杂了，这边看起来比较舒服。只是有时候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会变咖啡色了，那是不是黄昏跟清晨之类的？哦，那个玛瑙水母前面是15只嘛，后面4只，那这边30，这边15只，总共64只哦。我要一个一个都滑，要闪光吗？我记得有一个球是那个。先击球的那只，我可能再多抓一只哦。这个先击球了，我可能再抓一只吧。哦，有没有没滑到了？64只哦。那个唐氏我也还没收集完，那个缺一个不知道是什么呢？我可能还要去爬文找看。唐氏在哪里啊？等一下哦。哦，这边，目前六个哦，2、3、4、5、6。那个扭蛋机好像也会转得出来哦，野外也捡得到，就慢慢凑吧。应该是7种啊，然后有9个形态的那个小仙奶，进化的是什么双奶仙？我有记错吗？好，总之有63个进化的。加一只原本的，总共64只这样。哦，然后我在这边的刷法是把它打到所剩无几，然后就一个一个跑过去冒问号就好。那他们应该都会往你这边靠哦，或是你要一只一只看也可以啊，看他的眼睛。我大家都不过来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记得他们会靠过来，有比较慢了。那我这个地方其实不算好的地方。那之前在旁边一点有一个，那个地方叫什么？啊，我等一下刷看看有没有刷到。我要在这边刷一只出来吗？啊，我会考过啊，就看他们的眼睛有没有那个黑的，这样比较好看啊。或是你的眼力够厉害的话，也可以看颜色，但是。我觉得看颜色有点难啊，就比较考验眼力。那你如果眼力比较好了，可以尝试看看。大概这边咖啡色是这样的差别啊。那白色可能要等一下哦，这蛮难分的啊，看眼睛比较容易啊。那如果用 Switch 玩的话，还有一个方法是数16只，可是好像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哦。像我这边怎么凑都没有16只，有的刷在别的地方看不到。那这个就挑地方。15只的话，好像，15只是不是确定没有？我也不是很确定，因为它可能躲在你看不到的地方。但是16只的话，应该就。中间有一只异色哦，目前玩起来数起来是这样的。那如果你数一数有16只的话，建议先存档再看它在哪个方向。有的会刷在下面啊，那个这位置就不是很好。哦啊，然后你如果看来不及的话，22号、23号好像又有新的活动哦，可能你会想接收新闻之类的。可以先开个小号把新闻收起来，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小号应该是打到那个宝可梦中心，第一个宝可梦中心就可以了吧？就可以接收新闻。
但是我不确定他这个活动有没有拿到，还是要试一下。但是大概需要花一个小时，然后之后还要往后推进度，推到能遇到那个大量出现，然后能够到那个蓝莓学院哦。妈，那个就我刷完了，不用烦恼这个。如果真的来不及，也可以考虑开一下，然后接收一下新闻，之后再赶一下进度过来这样。那如果不想刷了就算了啊。那之后说不定又有复刻活动。可是目前复刻好像只有那个波荡水跟铁斑叶哦，过几天会开。好，然后如果那个地点不满意的话，可以刷时间哦。我刷一下好了，我看能不能刷到有两个位置我觉得还不错的。然后这下面有一个那个飞翔点，还比较方便一点啊，不用在那边每次进来都要找那个洞口。那这个出口好像有一个飞翔点，在冰的这边，这边有往这边靠有一个洞口，好吧，建议是把那两个点都开起来。然后那个数16只的，我目前有遇到一个地点，等一下我找一下。糟糕，我在这个洞口，我这边站一个人这里。我觉得如果你的那个大量出现刚好刷在这里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数16只哦。这个好像用那个 Switch 不要接屏幕也蛮好数的。就大概在这附近嘛，就数一下嘛。啊，这边有时候会有一只麻麻小鱼，就超小只的，不要漏数的这样子。然后有时候也会出麻麻鳗鱼网。哇，大概我在这边待了有没有两次啊？可能抓了有没有20只之类的。哦，我没有认真数。然后我还遇到一个点也不错刷的，大概在这边跳下来吧。我记得是在这个角落，如果刷在这附近的话，然后在这边也参与不错。哇，我只记得这两个点还蛮好刷的，其他没发现。我要刷日期刷一个出来试试看嘛，这有时候刷好久。那大概就只会在前面刷，然后就。欸，我记得我是跑过去，然后把每一只都冒问号，每一只都冒问号，这样会我怎么那么多那个？啊，撞到球，就尽量不要撞到啊。撞到好像有的就不会靠过来，怎么样？哦，然后他们就会靠过来。哦，小仙奶是这样，那其他的就有的会直接撞过来。欸，哇，这样。好吧，那我还要再刷时间，刷那个大量出现到这里为止吧。那其他地方也有可能很好刷的，但是我觉得在洞窟刷比较舒服。好，我刷一个出来试试看啊。它不一定刷得到啊，就有时候就很衰，刷不到。刷几个小时，可能都有没有出现呢？那这。官方没修掉，应该还算能用吧。那这样就算过一天了，那就会换大量出现的位置。当然是在这嘛，现在在旁边一点。那它不一定在这个洞窟里面，有时候会刷在外面。那我基本上就是找这个里面的刷，后来都这样了。我要去传点会不会比较快？你去看那个位置好不好刷？嘿，这不是那里吗？好像哇歪了。哇，这个位置感觉没有很好刷。哎，这不是我刚才那个旁边？咦，没有，还是在下面。哦，好吧。位置就我感觉是没有很好刷啊，你如果要确认好不好刷，可以在那边
到处野餐试试看哦。就要打到那个所剩无几之前先试试看。好，个人经验可能没有很实用，但是可以试试看。像这个点我觉得就没有很好。他不知道有没有收在下面的。好吧，欸，这个是不是我刚才那个点啊？怎么觉得好接近哦？我那也有运气很好的，随便走一走就看到了，就运气好的嘛。就大家找一个效率自己觉得最好的地方刷吧。那也有可能之后那个 Pokemon Go 说不定有一个社群日就轻松更多这样。欸，社群日能抓六十几只吗？不一定欸，有的人可以啊。反正我刷完了，不用那么烦恼。诶，我刚刚刷失败就再按一次嘛。这不知道会不会被改掉，我觉得是蛮过分的。不用等隔天这样。就只是过来确认一下他就。诶，有，好，这样是成功的，失去踪影正在大量出现。这好好用。像这个应该就是没有，这里也不好不好刷，我要去看吗？还是我就认真刷看看有没有那两个地点的就好。好，其他地点大家自己试试看哦。这里不知道好不好刷，我去看一眼啊。算了，还是我专心刷那两个地点看有没有。是要刷到想要地点也是要一点运气的。它好像每天都会出五个点的样子哦。我初日感觉它每天会刷五个点出来。四，还有一个，我五，大概每天都是五个。就如果有遇到好刷的地方的话，就把那个点记起来。反正其实也不用啊，如果要无脑一点，就是全程 Let's Go 啊。那我觉得野餐应该有稍微快一点这样，排排站。能野餐的话，野餐还是我觉得比较好啦。那如果眼力够好的话就更好了。远远的看一眼就知道有没有的话。我的眼力可能偶尔可以啊，不是常常可以。刷不出来呢。那这个正常的话是要等他每天换啊，这个每天换真的还蛮久的。给个面子吧。他跑一下讯息好了。讯息卡住了，刷的太过分了。哦呦，
可是这地点我来过不知道，我去看一下。啊，在这，哎、欸，这里我第三次遇到了，是吧？嗯，他怎么没有说？哦，这里可以用数的哦，我是觉得可以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应该有在后面的。那你如果眼力够好，也可以直接用看的。只是有的被那个水晶的光照到，就好像是异色，但你走过去，哎，又不是这样。然后有的怪会刷在后面，我就还是要找个位置，不会太近又不会太远的位置。哇，我忘记那个点在哪里了，就大家自己试一下哦。那在下面那一个，我要再刷出来哦，觉得有点难哎。那只妈妈小鱼怎么没有出来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十五应该就是没有了。哦，但不排除有的会在后面哦。你如果想每个都跑一跑试一下也是可以啊。一二三四五六。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，怎么少一只？那我通常是给他数两遍啊，就顺便有刷的比较慢的。一二三，现在只就刚刷出来。那有的跑到范围外的话，就还会刷一只出来。这个目前我也没想到什么好办法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应该十五只吗？六十十二三十四十五，应该没有。我要刷到有为止吗？这有时候刷很久，有时候很快。那如果有很多障碍物了，用数的可能就没有比较好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四十一十五四八十一十五，应该没有。欸，这只看起来又很像，我去看一下。因为光线的关系，我认为比较好应该是看那个眼睛啊。当然不排除你的那个颜色分辨能力很厉害的，可以直接一眼看穿的，那就不用看眼睛。但是光线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，然后这带又没有那个异色的话，会有那个闪的画面。它只是颜色不一样，也不像阿尔宙斯还多个音效，听声音就好。但是几率有比较高哦，就只好这样了。哦，一二，哇，这几只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十，十一，十五，没有，哎，五只，十只，哎、欸。我又少一只，哪里去了？那有时候躲着就没看到。四八六三四五六七没了，八应该没有。那你如果觉得颜色怪怪的，还是可以冲过去看一下。但我觉得这只好像怪怪的，没有。啊，没有没有，就在跑回来。常常会这样。哦，我刷一只出来就收台，那可能会刷很久，也可能很快哦。嗯，
1234，我刚刚又刷出来了。2711，15，没有了。4813，诶，为什么又少一只啊？怪，哪里输哦？这边两只，有一只飘在那。诶，我按的照相机，这遥感的照相机好难按。那边还有一只小只的。啊，这个就是有的被刷掉了。鱼眼好像比较好。啊，这个应该没有啊。那如果数得够快的话，应该就很快，只是有可能会数漏掉。1234567。哎，这应该又没刷出来。那有可能 Let's Go 还会比这个快哦，还是要看运气。1234912131314，哎，怎么少一只？6111415，这应该没有。哇，那这个 Switch 的那个萤幕也可以刷啦，我觉得，但是就没有接电视或是接电脑萤幕来的快。而且电视大家应该不会靠很近玩吧？还是不好说。6、7、8，哇，这好难数，1234567，15只，没有多一只吗？欸，我跑不见了。1234567，1234567，8，没有吧？欸，有八吗？那我觉得应该没有，刷掉。欸，我是不是忘了打到所剩无几啊？打到所剩无几的话，它几率有多一点啊？理论上应该会快一点。但不排除部分运气够好的，我打到所剩无几再开刷吗？1260嘛，8，1234567，8，诶，有。那如果数一数有16只的话，就先存档。它跑不见了。傻眼欸，干嘛这样？1234，我这样数又不准了。1234，哎呀，我不见的啦啊，烦哦。10、15，这样感觉没有欸。好吧，那有时候数一数是有跑不见的，就没办法，那就是这样。有一些过动耳会跑到范围外面。还高兴一场这样。哦，应该没有啊。那有时候跑右边左边会被刷掉，那时候就阻挡啦。如果你确定有16只的话。1234567，10，14，加一只，这应该没有。哎，我刷24分钟，一只都没有，怎么衰？不然你可以刚好给我运气好一点吗？1234567，8，1234567，这应该没有吧？再数一次，1234567，1234，1234，没有。
七加四加四等于十五啊。我是不是应该刷到所剩无几再开始？他几率可能是差多少啊？我忘记了，要去看那张表格。一二三，这边几只？七只、十。一二三四五，没有了。啊，应该没有吧？还是再确认一下。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没有。要半个小时了，突然觉得很漏气了，这样。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这样才十三啊，哪里漏掉了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十二，哦，都没有哎，这么衰。还是其实刚才有出现，我数漏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九，一二三四五，咦，我少一只哦，这边六只，看来又没有了。一二三四五六。哇，有一只跑掉了，我都一只跑掉了，我是不是站前面一点啊？我前面那只松奶仙，不是小奶仙，好大只哦，怎么那么大只啊？对，还比较近，嗯，怎样？这只是不是？不是，是我往这边再偏一点，左边好像一直刷，不是小仙奶的。1234567八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没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后面还有一只呢。一二三四五，这样十五只吗？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九十。一二三四五，好，没有。啊，我先把它刷到所剩无几好了。这样搞好像也不是办法。那不会我在刷所剩无几的时候，突然又出一只吗？刷六十只啊，但是就所剩无几，就应该是有超过六十只，我就懒得数了。还是要乖乖的刷一下。它其实几率没有差很多呢，但怎么突然就这么衰呢？好吧，前置工作还是要做好。刷了三十分钟才开始，欸，还是不算啊，我前面有在刷那个这个地点的大量出现了，我不知道刷多久了，没有扣掉，一定要找个理由的。唉，我没说服力哦。
那如果要无脑一点，就是 Let's Go， 刷每天每天有五个，大量出现都刷到没有。我印象中是大概平均可能打完两个大量出现会出一只啊，但这个也没有很准啊。我后来终于也参刷了。旁边播那个 AI 读小说漫画的，边听边刷。现在那个，这种类型的 YouTube 影片好多哦，我看就有四五个频道在做了，他们都不怕被告侵权。那版权应该都在各大小说网身上，对不对？我起点中文网，我只记得那个。不然会不会被告侵权？虽然我听的是蛮爽的，就不用在那边翻译，就可以听小说的。自己谁中了？干嘛这样？那我刷到所剩无几，再刷一只。这个颜色其实眼力够好，还是分得出来啊，但是也不好说。看眼睛比较准啊，但是他如果没有要追你的话，是背面对着你的话，看不到眼睛。这只怎么不做成半透明的，直接透视眼睛这样？真的是。直接抓呀！有时候这样就抓得到，不用扣到红血吗？对啊。好，第65只。我可能刷到下次活动开始吧。到底要刷几只啊？中间混了一只怪怪的。只是去拍个照啊，莫名其妙就遇到了。好慢啊，还是芙蓉龙比较快。不知道有没有别只速度更快的，这只的那个属性好像不太够，有的那个宝可梦打不赢啊，然后把它进化的话又飞得慢了，算慢蛮多的。目前还是觉得扑隆隆最好用，可是有的宝可梦打不赢的就没办法，都只好慢慢刷了。然后同步的话，好像会把异色打掉。那这只打这个龙头地鼠就，是龙头地鼠吗？就打过瘾，我就被扣一半血，傻眼。是不是又一只啊？哇！没有，我以为又一只，可恶。那如果调味料够多，这每个都要讲一次吗？这有一只，这只没错了吧？我终于又认出来一只了。他抓之前建议存档啊，虽然这只不会自爆，可是习惯养成一下好像比较好。发现预设要抓之前先存档，突然遇到一只会自爆就很讨厌。然后自爆好像有防他自爆的方法，我查到有一天抓那个小陨星的，去扒他看一下应该有。
目前应该还在第一页，我看一下标题。各色小品七分不点，想不到吗？这个标题，然后在二楼吧。哎，我有那个用那应该是叫什么？哎呀，有用那个图图犬哦，防他自爆的方法。只是这样好像没有办法让他睡着，没有蘑菇包子可以用。他刚好四张都放满了。塞不了蘑菇包子，然后那个蘑菇包子的话，好像是不是可以直接回忆起来了，不用说一直去抓那个，那只太进化的，或是把那个原本叫什么，他进化之前就把招式学起来，这样要学到了才进化。是吧？我晚点再试试看，等22号呵呵，会不会太久？还是我明天再来试？我再想想看。那那天在 PTT 爬，也是爬文看到了。标题叫什么？我又忘记了，只记得内容，不记得标题这样。那像这只颜色是很像异色啊，可是这个应该是被那个旁边的水晶照的。这如果没有水晶，可是没有水晶好像又没有光源，又不太对。这只又是吗？哦，没有。想多了，我以为他的眼睛是黑的，又白高兴一场。他有时候侧身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眼睛是黑的，还是已经看到出现幻觉了。然后那个地点如果比较小一点又比较好跑的话，因为我讲了还是没差的，就可以去把它跑全部跑一趟，让它身上有多那个问号，因为我忘讲了嘛，那再讲一次，就跑一跑让它问号冒出来了，可是乱路的啊，可恶，先把乱路的搞掉。啊、他们就会靠过来。欸，我又中一只了吗？没有。那个有问号就会往你有跳过问号就会往你身边靠。那你如果不想集中的话，也可以一只一只看。就我一开始刷的话，都要等他转身看眼睛，他们会靠过来嘛。那如果用 Let's Go 攻击，他们就跑掉了。怎么？哎，你又跑光了！那靠过来就可以看他们的眼睛有没有黑色。那有时候我那个身边聚一堆是那个刚好站里了，他们就不知道为什么都围在旁边。有时候站里有点久，旁边就围一大堆这样子。我这样还没所剩无几吗？这只是不是？不是，水晶真的好像照得好白啊！哎，所剩无几啊 ！OK， 好，继续数啊！这边应该没有吧？我先集中一下，找个位置。那你如果没有要所剩无几，也可以数60只啊。但是我后来都懒得数了，因
就会手打到所剩无几，会差几只这样。我会超过几只，应该都是超过60只啊。但超过多少好像不一定。一二三，我先数这一排，一二七九十十一十二。哎，为什么少那么多只？哪里去了？有的可能在水晶后面。好吧，算了。OK， 那这样是所剩无几的几率又高一点点。那我应该是要吃闪耀力料理啊，就大家自己斟酌要不要吃。吃的话，那个几率又再多一点这样。或是你可以飞回那个学院吃，你那是餐厅吗？还是哪里的？一二三四五。那个只有闪耀力等级一、六、七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怎么闪那么多只？才十二哎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干嘛这样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才十二只哎！还有三只哪里去了？再过来一点，飞回餐厅再飞过来吗？这样讲对吗？闪耀力一包加多少？那个不用浪费秘传调味料，但是要扣皮那个 BP， 就大家自己斟酌。哎，几点啊？我记得好像也不是很多，一两百点啊，我忘记了啊，自己去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诶 ,14,15, 哦。诶 ,16, 哦。你是不是又刷一只出来 ?1,2,3,4,5,6。1,2,3,4,5,6,7,8,9。可恶，有一只跑到外面了。所以旁边又刷一只。我再数一遍吗 ?1,2,3,4,5,6,7,8,9。这边应该六只了，诶。哦，干嘛这样 ?1,2,3,4,5,6。哦，应该没有，九加六等于十五。看能不能抓出来的数量少一点，十只以内好不好？九到十六好像还蛮累的。好，四、九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我好像又是十五，是，我那只好远哦，八、十二、一、二、三，应该没有。那我觉得这只好白哦，没有，哈哈，它被光照就变得好白哦。这只也好白哦，哦，还是没有，看眼睛还是比较准一点。欸，然后我小仙奶好像没有刷到歪掉了，超奇怪的。理论上那么多只应该会有几只歪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。一二，哦，等他刷一下。这边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六只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少一只哎，一二哎，有一只不见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，哎呀，跑不见了，怎么这次会这样？我之前刷他们都蛮乖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五六七应该没有，还是我移过来一点。我记得我之前刷他们还蛮乖的，不是很喜欢跑到别的地方。这次这位同样的位置，那么喜欢乱跑。一二
三四五六七十，少五只，怎么少那么多？一二三四五，哦，应该没有，再数一遍。一八十，一二三四五，没有啊。然后再次那个妈妈小鱼怎么不见了？那是不是偏一点点就整个情况不一样了？对啊，那个点我记得会有一只妈妈小鱼，这次都没看到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剩七只啊。一二，我那边还有一只超小的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啊，应该又没有。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少一只呢。哦，这边八只，八只，七只，没有。给个面子嘛，我刷出来一次好不好？三四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哇，又没有。四八十，一二三四五，没有。反正就数到十五就对了。有没有人是可以一眼就数到十五的？我觉得我要数到五就不行了，很多哎，好像有数到八的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应该剩九十七。哎，一二三四剩四只，哇，没有，四四八九，差六只，一二三四五六没有，有没有那么衰？还是我把麦关掉，不然都听我在那碎碎念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剩八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哇，应该又没有了。再数一遍，四、八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咦，有，还是有一只跑不见了。一二三四五六，哇，有跑不见的啦！哇，干嘛这样？一二三四五六，这边应该有九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少一只嘞。诶？什么？一二三四五六？我不管，我过去寻一眼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跑不见了就很讨厌。应该没有，又白高兴一场。还是我移过来一点。可是有时候它会刷在那个水晶后面，可恶！这么好动干嘛？一二三七九十，哇，那边刷了十只，一二三四还少一只，哎，哪去了？在水晶后面，你这边怎么都刷到这边去了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四只啊，少一只呢。咦？咦？没有。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数到十四只。可是我离这边近一点，可是这边离近一点又会刷到那个水晶后面。
在这里刷了。好吧，突然觉得 Let's Go 好像比较快耶，我刷了一个小时，干嘛这样？才两只，才一开始那一只也不算。是吗？我看一下。对，我一个小时两只啊，一二三四，哎，又有一只刷不见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又少一只。二四四八只，这边还有七只，呵呵，又变六只了，又有一只飞到水晶后面，位置也不太行，这样了。奇怪，怎么没有我之前那次那么顺？之前那次都乖乖的，不会乱跑了。哇，这个要动吗？我眼花了，一二三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十只，还有五只。一二三四五，好吧，应该又没有了。五只，一二三四五，五只，一二三四五，应该没有了。好，这位置好像可以。有叠在一起吗？剩几只？六只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没了。六，差九只；四，差五只；一二三四五，都没有。那如果把那个两个水晶拔掉，这边又更好刷了。这两个水晶好碍事哦，我可以炸掉它们吗？一二三四五八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少一只哎，七，好吧，应该是没有了。七八十一。剩四只，一二三四只，没有。也让我数成功一次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别的要求了，让我成功一次。再这样，我要吃神药力料理了。一二三，我是几只？六只，九十，一二三四五啊，没有。哇，又跑掉了！这只刚刷出来了，那只小瓷怪应该也会跑掉。好吧，先数起来，一二三四五，差十只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差三只。一二三，应该是没有啦。可是我觉得这只好白哦、喔，拜托，不要是那个。水晶，还有水晶，不开心。那水晶我能不能炸掉？好吧，应该没有。我刚才站在哪里？我用这吗？小瓷罐就是异色，
谁啊？这只小石怪是异色，它好黑哦。啊，好像又不是。哇，应该不是吗？可恶！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哎，为什么我小仙奶不见了？啊，你为什么？一二三四五六九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好吧，应该没有。可是我想去看一下。啊，不是，可恶，反光。然后正负电拍拍异色，我还没有去查，突然记不起来他们异色是什么样子。好吧，我刚才又站哪里，我又忘记了，好像是。这是已经异色提升的，可能诶有多少啊？然后我记得是500多，不吃闪耀力料理。现在变成100多200，可能又接近3倍吗？欸，他为什么都刷奇怪的出来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还有八只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八只没有。我是不是再站过来一点？为什么左边不刷小仙奶了？我一个问号。突然发现欸，对啊，为什么1 2 3 1 2 3 4 7 10，还有5只，1 2 3 4 5，应该没有，再数一遍，有一只不见了。5只6 7 8 9 10 11 12 13 14，又少一只哦，重叠了，这应该没有，还是我再偏过来一点。那个这样出现位置其实会有一点偏移，每个人都不太一样，这样这次可能刷的位置没有上次好，只能这么觉得了。这样如果 Let's Go 说不定都刷三只出来了，我就说一张四，欸，为什么这么少只哦？刷在那四九，这边中间五只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应该又没有了。啊，这位置好像还行。站着刷，只要不要跑不进，勉强可以接受了。现在然后不要刷到水晶后面，要求会不会有点多？1 2 3 4 5 6 7 8 9 10，1 2 3 4 5 6，哎呦，如果没有跑不进的话，我觉得这个中间那一只是哦，有了齁，好了，有了。OK， 啊，我数成功一次了，耗时一个小时，那可能可以扣掉一点时间哦，一个小时三只，好像效率没有很好，加那个刷大量出现位置的时间，扣掉忘是多少？哦，这只是第几只啊？忘记了，67只吗？等一下我看一下。
哦，终于，那我用鼠儿刷出来一只哦。我看一下，这边是60嘛，一二三四六十四只，就一开始开台的时候抓的那只，然后后面又三只啊。有到那么多只吗？一个小时三只哦。啊，这次比较衰啊，人肉想。OK， 我终于数出来一只了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啊。那还有一个那个用跑的，讲第三次哦。可是这位置就比较宽，我觉得用跑的就没有很好了。那你也可以一只一只看哦。就这样过来，让他冒个问号，等他转过来，这样比较慢啊。那基本上头上冒问号都会往你这边追过来。那个小仙奶的话，这样可以顺便看他眼睛哦。OK， 那大家就找一个自己刷出来最顺手的，最无脑的还是 Let's Go 啦。可是就需要一点运气这样。那最快的可能还是看颜色啊，数还是要慢慢数，还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用。目前我只有找到这边比较好数，这样算好数吗？那大家可以找找看有没有更好数的地方，或是那个异色看起来比较明显的地方哦。像我之前有一个那个在海边的那个地方，我觉得还勉强可以看出来啊。那在哪里？我其实也忘了。我就在这边刷到得失忆症哦。那差不多这样啊。那这边，我这次是第三次刷到这个点了，说不定这个点还蛮容易出的这样子。OK， 那差不多这样啊。我继续刷到下次活动出来，我把新闻换掉啊。不知道可以刷几只现在是67只嘛。我没有数错的话，这只不是啊。到这边是60嘛。啊，再数一遍嘛。前面是15只嘛。然后这边30嘛。这边15嘛。总共60只。后面7只这样。它刚好隔在这里刚刚好没想到。OK， 那差不多就是。大家有兴趣刷可以刷一刷。那还好的，就刷个一只一次也可以啦。目前有活动加成，那异色几率我感觉是提高蛮多的 ，maybe 有个接近3倍，就大家自己斟酌要不要刷。然后其他地区的话，还有那个先存个档，还是我刚才存过了，不管再存一次。那其他地区的话，北上乡的话有竹光林，然后那个帕迪亚地区是花贝贝，然后花贝贝有5种颜色哦，白花基本上是比较少出现的。就如果你想要收集，才说比较少出现，这里有一个，好，我觉得白花还蛮少出现的，只是刚好这次有刷出来。其他4种都还好，就白花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就特别少。那也都是那个异色几率有提高的哦。那竹光云就有玩 Pokemon Go 还好，其他的小仙奶跟花贝贝就他自己斟酌。Pokemon Go 的那个社群是目前还没开到这2只的，之后不知道会不会有。那可能会不会花贝贝其实比较麻烦呢？因为它有5种，我们每种可能就刷了个4只吧，有没有？这边是刷了各3只的，然后这边有2只，有3只的，有白花又给它刷了4只这样的。好吧，那你如果来不及的话，可以试试看开一只小号。玩到那个宝可梦中心嘛，是补给站。现在那个应该叫宝可梦中心吧？玩到这个
应该是这个吧，平碟正东，那就可以读新闻。那先把那个新闻连起来，应该是玩到这里就可以保存那个新闻的吗？我记得是这样啊，还没有去试过。嗯，好吧，那顺便连一下那个蒂亚卢卡或帕路奇亚也不错嘛，一个小时。那领取好像也是，是不是也到22号？我忘记了，22号早上7:59是不是？那这个大家再确认一下。嗯，我记忆不是很好，怕记错。好，就差不多这样啊。那领起来之后再刷进度嘛，应该是可以啦，我觉得。那如果来得及，已经刷完了就随意了。OK， 那差不多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